Abandon，Abandon。我出门一会儿，在家好好学习，别偷去网吧。好的吧 ，Abandon，Abandon，Abandon。Abandon， 复仇者的兄弟们，网吧走起！去网吧？放心，我在洋洋身边安插了内奸。红霞蜜，我轻轻疲惫。红诺，我明明已经放了手机了。杨哥是三三九九的相信你。难过。杨哥，我就说我没藏其他东西吧。杨哥是四面八方的相信你。被破解了，还好我有后手。我趁着拼多多一天空，大牌数码都有上千元的铁，红米配四零才1500多，我就一口气买了两部。在卫生间里我放了另外一部手机。炸！莫须情，但多对我。姐，你刚加入我，我爸不认识你。杨哥，我听你的。风也急，风也倦，把。我把复仇者联盟的三个重要成员的住址连接成了三角形。我猜测，杨哥的秘密基地就在三角形的中间区域。做得不错，没枉费我令牌助力，提拔你做了反复仇者小队的队长。我们复仇者联盟中出了一个内鬼。怀疑是李强，他先是把手机藏在兜里，想蒙混过关，但被我发现。手机就是我爸在拼多多百亿补贴活动期间，大牌数码都有优惠时买的红米 K30 手机。强走得近，我需要你帮我盯着他。杨哥，我刚加入复仇者，你就放心我。我放心你，办成这事。哥要带你见识下刚建成的秘密基地。Abandon Organization， 我刚才没偷去网吧。啊，我一直背单词呢。还想瞒天过海？炸！那老爸这两天都在上网查手机，又知道老爸想换新手机，就从拼多多上提前给老爸买了苹果13。老爸，这不贵，拼多多百亿补贴现在5月特别活动 ，iPhone 13提1300多，才4800多，正品保障，红米 K40 也有千元补贴，现在点我评论区或者拼多多搜47771，还有专属福利。洋洋长大了，懂得体贴礼数。好儿子。果然没有辜负老爸对你的信任。甜蜜，你笑得甜蜜。我一直背单词嘛。暴风汉枯惠，斗雨凝露尘。爸，刚才在干嘛？能干嘛？一直在背诗呢。不错，我出门学习，你好好在家，别偷出去喝酒。放心吧，遥知沙漠寒。爸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被抓了。杨叔，电话就是在这里消失的。我们中队早上定位器。我早就安了信号屏蔽器，我爸找妈来了。他们的秘密基地就在这里，可是范围太大了。没关系，我安排的间谍是我亲自培训的，他会主动传递消息的。表哥，谁是内鬼？内鬼就是。秦凯，竟然是你！只有你是新加入的，亏我这么信任你。啊？杨哥，我没有，不信的话我开枪。我去听三多对我兄弟一场，何至于此？难过。杨哥，真不是我。不是我呀，好难过。我不服，不用解释。同志，你不再是复仇者联盟的人，我送你离开。送他走，走另一边。现在还没有传出消息，我们的人不会被发现了吧？
那也是你。梁哥，送走李强没有什么问题吧？你先看。哎，这是我表弟呢，他去卫生间了。那张浩、杨洋就在那里。真的要死？李强穿越后，因为基地里不太安全，从今天开始，基地转移。转移到哪儿？除开这里的任何一个地方。Abandon, alone. 爸，你躲这儿干嘛？其他人呢？爸，我读书呢，就我一个。读书。我想要悄悄学习，然后惊艳所有人。谢谢妈。说话没有电脑手机都是书，心思都用在学习上，老爸实在是太欣慰了。儿子一直都会让老爸这么欣慰的。哎，表哥，皮凯怎么没来？他以后都不会来。为啥？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内鬼。杨哥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不认识杨叔。那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内鬼啊。是的，真正确定他内鬼身份的是在后面。他坐车的时候故意靠在李强身上，趁机往李强的口袋放东西。虽然我没有看清他放了什么，但十有八九就是那张上有定位芯片的纸币。因为我当时搜李强时，他口袋里的钱都是叠在一起的，只有那张带定位芯片的纸币是单独存在的。我还不能确定他就是内鬼，那接下来的事就几乎是证据确凿了。有人在洗手间窗户上放了卫生纸来向我爸通风报信。就在那里。当时去过洗手间的除了你还有齐凯。记得齐凯自己有病处懂了，齐凯就是内鬼。我哥，既然你早就怀疑和推断齐凯是内鬼，为何还故意污蔑李强，还带齐凯来秘密基地？我爸是心疼把住我们秘密基地的大事办了。齐凯明明报信了，你怎么瞒过你爸的？很简单，从外面看我们秘密基地在五层，但从电梯按键上看我们在六层。为了图吉利，电梯按键跳过了四层，所以我爸按了五层，实际上是四层。而我在怀疑齐凯时，就以拍戏为名租下了501用来做烟雾弹。我爸找上门时看到的只能是假象，而齐凯看到的也只是我想让他看到。确定秘密基地转移了，现在开始基地确定转移了。看来这一次是我输了。秘密基地一直在这，不会的。那以后我们可以放心的来这儿打游戏了。既然齐凯是内鬼，李强是被冤枉的，那他去哪儿了？杨哥，我真不是内鬼。我知道。那杨哥，你还有件事需要你去做。给你们介绍一位弃暗投明的新贵。有他的加入，晚复仇者小队势必如虎添翼。杨哥，破不了的，春风吹又生。正是破不了，才要灵活。我们人再多次，他们一线无权。反复仇者一空，我们是永远的。不让你进入反复仇者，我们将是他的教父。万一反复仇者之路却执行我们自己，